好想学学舞，我妈不让，就是说我就一直在求我妈，我想跳，我想跳，我想跳，最后还是同意了。我说我成绩什么考到满分啊，怎么样，就是这种类似的。后来做到了吗？不记得，不重要。记不记得之前说过自己不会来参加《这就是街舞》？如果回到那个时候，想对那时的自己说句什么话呢？我不记得了。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啊！